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这种跑步类小份 game。然后呢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应该是我们吃一个小人嘛，然后就是可以越吃越大啊，就是一款输压游戏，好不好？输压游戏。那总之我们就直接开始，好不好？Go，吃吃吃吃吃，有没有？我们像这样子吃越多长越大，然后我们就是吃到很大之后就变成巨人嘛。啊，我们现在其实应该就是巨人了。有现在有在变大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应该说我们已经达到上限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要跟对方 PK，有没有？哇哇哇哇！像我是不是在哪里玩过类似的游戏？哇！哎，等下你要踢哪？你踢到他的皇冠，他直接飞走。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游戏哦。说这游戏可以强化吗？好像可以，增加踢击力道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分数的那个加成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继续。我开始有点难度喽。我们现在要换颜色，如果知道错误的，应该说变小之类的吧。橘色的，然后我们要到达上面那一条线才会有皇冠，才能赢过对方，就对了。哎，但我吃错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没有吃到满呢，差一点点，因为刚刚有食物。吱吱吱，来来，PK 时间，好，PK 时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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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走开呀你！哦，这次踢到皇冠了，飞走。哎，我发现这里有一道墙，是不是如果力道很强，就可以直接炸烂那道墙？感觉是哦。那我们继续。升级升级，我们只要把这个升满之后，总有一天可以踢到那道墙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怎样？为什么前面有一道墙？墙的话会扣血是吗？我就直接撞坏那道墙是怎样？大家小心小心，吃橘色，我刚刚差一点点又错乱，你知道吗？来吃黄色吃黄色，我现在超大只哦，我现在是满的哦，然后我的踢击力道又超强哦，这个应该会不直接被我踢到海里吧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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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刚明明没有这一道啊，为什么现在有了？哎，飞不过去啊！咱们继续。哦，现在是解锁时间，是不是？我可以抽，最好是可以抽到帽子。哦，抽到了，然后我们就戴着一个帽子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抽帽子。哦，戴帽子。哦，啊，这样子，如果我皇冠会怎么样？我会帽子上面戴皇冠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是怎样？还有转圈圈啊，还有扣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超烂。我刚做一个超烂的操作，你知道吗？超丑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这个橘色的也吃啊，我感觉吃不到有皇冠哎，应该勉强可以哦。有皇冠，哦，他皇冠真的是长在帽子上。来来来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次直接把它打飞好不好？打飞它，啊，应该可以飞到墙壁了吧？屁啦！那我们继续。帽子哦，我们现在有解锁新的帽子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不重要。我们继续升级，这次一定要踢烂那个墙壁，好不好？我就吃到真的非常大，然后认真一点，应该就踢烂墙壁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继续。哦，打，哎，我扣血啦，不是啊，黄色。哎，前面有转圈圈轮盘的啦。我全吃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一次非常的有机会啊，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哦，我现在是变身，然后吃超多，我现在是满的，好不好？满的。哎，他怎么有脚啊？他还戴着断的脚，维京海盗帽，哎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要闪开，闪开，哈哈，动作游戏是不是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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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闪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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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打飞，哇，这游戏做的还行，你知道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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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诚实哦，啊，这个怎么没有跟刚刚一样飞出去？我的妈！那我们继续。我们现在超级大只哎，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一定啊，这是奖励瓜啦，气死我了！我本来说这一次我一定要直接把它踢飞到墙上去，结果这次也没有啊，这我只能去撞这种垃圾墙，全吃啊，没有全吃，可恶，这有点难控啊，不好意思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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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这是怎样开宝箱？哦，连宝箱都要打架是不是？What the fuck？那我们继续，那我们这次应该可以，好不好？我应该可以把它踢飞到墙壁上啊。然后是怎样？它关卡多了一根棒子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可以闪掉就好。然后现在怎样？哎，还有岩浆啊，走啊！我没有走到上面去，走上面感觉更爽，走下面干嘛？那我们继续，这边的话吃橘色，然后黄色，是不是可以啊？这个只要有提前看到的话，应该都不会太难。哦，爽啦，爽爽爽！来啊，我要直接把它踢飞哦。踢飞到墙上去，梦寐以求的时间来了！我现在超级大只，biang，飞走！啊，哦，破掉，破掉了！啊，这里锁起来了，太智障了吧？
然后我们可以升级这个，可以让我们抢比较多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可以换帽子，是不是？下一个是警长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继续我们的，当个绿色的小人就好了，没事当什么警长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继续，绿绿 ，OK， 吃吃吃。我打，然后这也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其实都差不多，如果没有那些特殊的小东西的话，其实玩起来差不多。然后前面有一道墙，踢破墙。哎，这一关是不是很长啊？我感觉我吃超多人了，可是加的分数很少，我已经吃65个人哎。来来来来，打架时间，打架，来来，让你一拳，让你一拳，啊啊啊，飞走。是说我踢他的头部，应该是他皇冠要飞走吧？怎么他人飞走？我枪可以飞超远哎，乘 6.2 撞到这个墙。那我们继续吃吃吃吃吃吃，啊啊啊！哎哎哎哎，小心！我在这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板子？还好还好，感觉难度没有很大，是可以应付的那种。啊，我不想吃到绿色的了。哎呀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卡住，刚不给我动啊！等一下，完了，我这一次玩的超烂，我这个分数应该超低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捞皇冠。拿不到的话，是不是会输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真的可能会输啊！等一下，我刚才错过好多个，完了完了，我还被烧到，我连皇冠都没有，完蛋！我感觉打不过哎、欸，他比我还高哎、欸！可以可以，我还是会赢哎、欸，我还是赢，差一点输而已，还是有机会赢，好不好？哦，连墙都还是撞得破，可以啊，这可以的。是我们可以抽吧？我们用800多个钻石可以抽，然后就解锁这个警帽，是不是？好浪费哦！来，我们继续。哎、欸，我们怎么变那么小只？好不好？王警官已介入调查。虽然应该蛮多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梗的。我们要逮捕萝莉控了，好不好？噔噔噔噔噔，橘色的。然后，我忽然觉得我玩这款游戏是不是只会讲橘色的、绿色的，然后就讲一些不重要的屁话而已啊？莫名其妙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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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这款游戏玩的时光就感觉差不多了。是还蛮舒压的啦，可是就还好，砰，飞出去，然后就撞到墙上，就这样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们直接点这个啦，我看能不能把它点到10了，10倍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就会有第二道墙吧？因为它好像是5乘5的时候会有一道墙，是吗？不确定。总之我们继续玩。我觉得这游戏的难度最重要，最该讲的地方就是，哎、欸，等下我烧到你这样啊。就它难度太低了，只有三种颜色其实很简单啊，而且它又跑得这么慢。哦，我们现在又是对决 BOSS 时间了，是不是？左闪啊啊！我被打下半条不见。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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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它超硬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它超硬。等一下，小心小心，哒哒哒！哎、欸，还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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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好意思，然后闪三下，呵。然后闪，哦，没了没了，可以答应 ，yes， 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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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，棒，哈哈，你该直接踢到岩浆里啊，踢这个是怎样？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这一关超大呀，哦，直接玩完那个 boss 关会有奖励，就对了，奖励关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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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现在吃到彩色的，打宝箱。这个就是倍数嘛，我们保持会拿多少倍的感觉？哎，20倍，这样应该还蛮多的吧？打开，说你就不能用手打，你一定要用脚踢吗？莫名其妙嘛！1000多颗，我这3000颗哎、欸，来我们继续。我这样子应该有办法踢到第二面墙吧？然后这是怎样？会有开关是不是？没有踩到会死掉，感觉就是这样子。来我们继续，哒哒哒哒。我劈呀、啊！我踢，继续。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游戏该怎么讲解了、欸，我就直接玩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再讲好了。欸、我知错了，可能我一口气玩到20关有没有？应该就 OK 吧？OK， 反正这款游戏就是这样子嘛。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，还是可以自己去玩的。只是我目前玩的感觉就是差不多啦。休闲的时候是可以拿它出来玩一下的感觉。踢呀、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飞到。哎、欸，它好像也没有第二面墙，我只能飞到这边，也超烂。啊，它第一就只有一面墙，中间会有一面墙，是不是非要第二面墙？它就是一半的意思啊，一半的意思是吗？不知道，来抽抽，喝汽水凉帽、欸，喝汽水凉帽是怎样？好了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我们就慢慢玩了。
哦，对抗魔王时间怎么是17关？哎哎，我被吹到了，完了！哎，我被吹两下就会死，哎，这蛮扯的。目前第19关了，我们已经玩到第19关了，然后它其实关卡已经没有什么变化了。我本来还蛮期待它会有很多东西，其实好像也还好，就少少的。关卡已经不变化了，那我们就玩到20关就好了吧。不然其实再玩更多也没什么意义嘛。我是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，只是我目前玩到这边就还好，就还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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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比较希望就是我能够踢到墙壁而已啊，像这样直接踢过去。看能不能飞到最后，好像可以欸，可以欸，这可以飞到最后，就飞到极限，摔在墙上，好吧，我们最后再破例玩一关啊。欸，我拿到那个头盔是不是？看能不能解锁出来。我钻石还蛮多，应该是可以解锁的吧。这个看起来还蛮帅的，我要解锁一下这个。好贵哦，欸，他这个是抽的，他不是自选的，气死我！我现在戴着一个绿色的帽子，妈的！那我们继续，到底是干嘛？戴一个绿帽子。走，看到这个墙，一脚踹坏它，看到这些一脚吃，来一口吃掉它，然后就越来越大的感觉了。走，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关了，我们走上去爽的。走，躲又躲，左这边小心吃。啊，等一下，哦，可以，啊，这关应该是我吃最多的那一关，我吃了70个，然后直接应该可以把它快速打爆了。哇，踢走，来，他死掉了。哎，这次怎么没有中间的墙啊？那个中间的墙到底是怎样？我直接飞到底耶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啊，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，好不好？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舒压小游戏。那总之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